现在请就答题位置进入我们的知识小学堂，谁能比我强？第一题，小六国语题，论语里君子有哪三戒？请作答。菊小姐，请作答。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；血气发刚，戒之在斗；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德。答对了。第二题，国二数学题，请问巴士上总共有七个女生，每个女生有七个背包，每个背包有七只大猫，每只大猫带来七只小猫。请问巴士上总共有几只脚？请作答。9604只小猫脚，答对了。接下来是高三英文题，请翻译这段莎士比亚名言 ：Love is a flower that lives on the cliff. You can pick up the flower with nothing but your courage. 请作答。绝壁悬崖边缘上的花，要想摘去，就必须要勇气。答对了，耶、恭喜菊小姐再度登上冠军宝座。Wow!